小火车运气续档了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。好，把车厢拆卸下来，看看托马斯运来了什么样的奇趣蛋。第一颗是托马斯版的奇趣蛋，这一颗呢是健达奇趣蛋女孩版的，还有这一颗是锡纸蛋，里面也有惊喜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一颗一颗的来拆吧。先拆这一颗女孩版的出奇蛋，好，玩具就在这里了。这边呢是巧克力，先不拆了，先把玩具打开。哦，原来是小女生最喜欢的《冰雪奇缘》，《冰雪奇缘》里面的公主。我们按照这个说明书，先把这个公主拼装起来。给她穿上漂亮的裙子。这样就完成了。正在舞蹈的《冰雪奇缘》公主。接着我们继续拆奇趣蛋了，这是托马斯版的锡纸奇趣蛋。那我们打开这个锡纸包装，里面是巧克力，巧克力在包裹着一颗胶囊蛋。我们有可能猜到的一些小火车和车厢，看看我们今天获得的是谁。揭晓，四号小火车高登。高登在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里面呢，也不算是一个很小的火车了，它是一辆特